下面我们来说医学，医和药，医药学。我们做这个历史学的研究呢，其实基本上是两条线，哪两条线呢？一个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一个呢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实际上，长期以来，这个我们的研究的视野，或者说我们研究的这个专注面，基本上是集中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而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些方面呢，着眼比较少，着眼比较少。当然，近些年来，比方做环境史啦、生态史啦，包括什么医学史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研究，那么使我们对于这个人和自然的关系呢，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理解。实际上像这个医药学呢，它就是兼跨两个方面的。它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人给人治病嘛，还是有一个社会史的因素在。另一方面呢，它也有人和自然的关系，那也有包括这个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以前的药书，就是讲药的书，那个都是叫《本草》了，是吧？一直到《本草纲目》啊，还有过去早年的这样的一些《本草》的书。那么这些《本草》的书呢，有的是私修的，有的是官修的。所谓官修的呢，就是国家啊，国家组织力量来修的这样的一些药的书籍。那么在这些药的书籍之上呢，又开始产生了医方学，就是开方子。方子呢，本来是单方的，是吧？一种药治某一种病，逐渐呢，开始有了复方，啊，不同的几味药合在一起治某一些症状，那治某一些症状，那么也开始有了医学方面的教育，啊，开始有了这种医学方面的这个学校啊，教育啊。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可以看到，在隋在唐的时候，都有一些这种药方、医方的这样的一些书和这个药典出现。另外呢，像孙思邈的《千金方》在这个中国的医学上面呢，其实是影响比较大的，影响比较大的。现在呢，这些年，对于这个疾病学啊，对于瘟疫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呢也越来越引起了这个研究者的关注。那像生命史、身体史、医疗史，现在呢都变成了新史学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个说到宋代呢，民国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叫做谢冠的，他呢做了这个《中国医学源流》这样的一部书。那么他自己呢本身是医学世家，又是一个著书立说的一个文人吧。他在他这个书里边呢，他就说到中国的历代政府要说起重视医学的，那没有能够超过宋的，没有能够超过宋的，就是说宋代呢特别重视医学。而宋代为什么那么重视医学呢？在这个中国古代呢，其实是觉得这个医学，这个治病救人呢，是和这个国家的仁政有关系的，是和国家的仁政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医学的重视，是和这个塑造一种国家的整体形象，跟这个过程呢，是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有一些这个医方这样的一些汇集吧。另外呢，在宋代的时候，中医呢开始分科，中医开始分科。这个像方脉科，这个其实一般的就是我们说的内科了。那么其他的呢，像小儿科呀、妇产科呀、牙科呀等等一些科目，都是在这个时候才专门化了，慢慢的这个专门化了。那这个当时呢，其实国家就是宋代的时候，还专门成立了惠民药局，这个跟医药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另外呢，国家还有医学方面的学校，啊，有医学方面的学校。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书上的这个书影，我们能够看到他写的"墨义第一道"，这就是考那个医学学校的医学生的，那考那个医学生，那么这些人将来就是医官了，就是考他们的。另外呢，这个惠民药局呢，他还会出一些方子、一些方剂，比方你什么样的病用什么样的方子，拿什么样的方子去治。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国家颁布的药典。
前些日子呢，好像刚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药典》的2010版。在这里呢，这个图上是2005版，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药典从那个时候，在宋代的时候，其实呢就有颁布，那就有颁布。那当然颁布的内容不一样了，但是这个呢，这种药典的颁布呢。从当时来说，实际上呢，还是确实是一种惠民的措施吧。这些年来呢，随着这个新史学的提倡，那么像西方的史学界，还有就是台湾的史学界，对于医学史、医疗史、生命史，对于这些方面呢，投入了非常大的力量，就是很多，特别是青年的研究者做这一类的课题，那做这一类的课题，读医书。那么当然也结合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背景啊，文化的背景，像这个《生命与医疗》这一本，这是在我们大百科出版社出的那个《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著》里边的一册了。另外呢，像李贞德老师写的这个《性别、身体与医疗》这样的书呢，其实有很多，这个呢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门类，就是生命史、健康史、医疗史。这个解剖学和法医学的发展呢，当然是和医药学连在一起的了。宋慈的《洗冤集录》，前些年在播一个电视剧，对吧？叫《大宋提刑官》。那个这个宋慈他还真是大宋提刑官。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本书原来呢就叫《宋提刑洗冤集录》。提刑是什么？原来我们说过吗？就是每一个录里边它都有并列的四个机构，对不对？帅曹、县仓、县司是什么司呢？叫提点刑狱司，对吧？提点刑狱，简单的说就是提刑，就是提刑。那么他那个部门就是提刑司，这个官员呢就叫提点刑狱，就是提刑。所以宋慈这个大宋提刑官，他是干什么的呢？是审理刑狱的。审理刑狱的过程中呢，就经常有这种命案，对吧？死了人了，这个人怎么死的呢？其实就需要一些法医学或者说解剖学上的这样的一些知识。那么他的这个《洗冤集录》就是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呢，聚合在一起了。这个王维一制的这个铜人呢，其实现在有很多仿造的，他主要的是为那个当时的人呢练针灸找穴位用的，那练针灸找穴位用的。那么包括有一些图，实际上呢也是起这样的一种基本的作用。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呢，它是被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的，可以说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那么梦溪笔谈里边呢，其实它不只是说科学技术的，虽然我们经常是从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呢它有很多是涉及到当时的官僚政治制度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按照不同的类别呢也把它分成了不同的颜色，那么各种不同的条目呢我们也把它有一个呈现。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部笔记书呢，实际上是一个容纳量涵盖面非常广泛的这样的一部著述，那这样的一部著述。那么这个从沈括以来，其实呢对于沈括本人，对于梦溪笔谈呢其实都有很多的研究了，这个大家还可以再去看。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问题，文学风貌与时代精神。首先呢我们来从这个古文运动开始说起。我们先总的来说一下这个唐宋文学的基本风貌。这个中国的文学呢，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这个明显的变化呢，就是文学和政治逐渐的拉开了距离，文学和学术逐渐的拉开了距离。那么在中国早年的时候，其实这些是不分的，是不分的。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逐渐的文学开始有了自己的发展脉络，有了自己的发展路径，这样呢对于文学摆脱束缚实际上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那么唐代的文学呢，我们都说它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它的一个高峰体现在什么方面呢？首先应该说它这个不同的文学形式在这个时候高潮迭起，就是有很多文学形式
在这个时期呢，都达到了它的这个巅峰的状态。那么这些文学形式呢，包括诗，等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唐诗，包括散文，那么也包括后来唐代中后期逐渐开始出现的传奇小说，还有这个词长短句。那么这个是唐代的这个文学的繁荣的状况。宋代的文学呢，在唐代文学的基础上也有很明显的进步。那么这个进步呢，体现在几个方面。我们说唐代的时候，散文呢就有了一些新变，有了这个很充分的发展。那么这个发展呢，当时被称之为古文运动，一会儿我们还会详细的再来说这个问题。但是古文运动呢，它虽然经过韩愈、柳宗元这些人的倡导，可是到了唐末曾经一度这个走到低潮了，走到低潮。那么原来的那些很华丽的，那些讲求对偶的那样的一些骈句啊、赋啊那样的一些形式，后来呢又有回潮。那么这种回潮实际上呢，到宋代的初年，到宋代的初年还是这种状况，是经过宋人一代一代的努力，特别是到了欧阳修那个时候，欧阳修成为一种文坛宗主，才扭转了这样的一种局面。那么不光是有好的散文，在诗歌方面，特别是在词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展，宋代呢都达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而且呢，在宋代的这个北宋的后期，一直到南宋，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通俗文学，就原来我们说市民，对吧，都市里边有了一些面向市民的这样的一些文学形式，包括说书的呀、讲评话的呀，这样的一些传奇故事的记载啊，也包括当时出现于北方的杂剧和出现于南方的南戏。那么这些呢，共同构成了宋代非常丰富的文学形式。那么这个古文运动，它是以恢复古文为它的目标的。而这个古文指的是什么呢？其实是相对于骈体文而言，相对于近体文，相对于骈体文而言的这样的一种散文的形式，就是过去啊这个先秦的时候所习惯使用的这样的一种散文形式，是这个里边呢所说到的这个古文。古文运动呢，它的特点是以复古为革新，就是说看上去呢它是复古的，因为它提倡的是近体文之前的那样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古文的形式，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呢它是要复古，但是实际上呢它是要革新，它不满足于骈体文那样的一种只追求表面的堆着呀，追求表面的华丽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文学形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古文运动呢，它在这种文体上的追求和它在政治上的追求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呢提倡的是相对来说比较通俗的、比较顺畅的这样的一种文学的表达形式，这样一种文学表达形式。而这种文学表达形式在他们看来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意义所在实际上呢就是能够更好的讲清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能够更好的负载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古文运动，它的目标从文学层面来说，一个是文体的革新，一个是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另外呢，从思想上来看，古文运动的过程和我们上一次课所说到的陈寅恪先生说中唐时期有一个学术的转向，对不对？那个学术的转向代表性的人物是谁呢？韩愈，对吧？古文运动其实也是他最初的这个推动者是韩愈、柳宗元他们这样的一些人。实际上呢，这个文体文风的改革和他们对于道的推崇，对于道的这样的一种宣讲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呢，古文运动它的主张应该说是一种文道合一的这样的一种追求。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的这个画像呢，就是说到这个两个最主要的当时的代表人物。但是古文运动就像我们上一节课所提到的，实际上呢它尽管在中唐的时期有一些一流的思想家、文学家参加到这个古文运动的这个行列里边来，
而且呢也起了很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是到了晚唐，到了五代，那个时候的文风呢，又有这种所谓的衰靡的这种倾向。当时呢，又回朝，回到了追求那个形式的华丽啊，追求那个辞藻的雕琢这样的一种局面。因此，我们说古文运动它真正的胜利，就是虽然在中唐的时候已经有了明显的一波，但是它真正的胜利其实是在北宋中期。北宋中期呢，这儿有一条材料，《宋史选举志》里边说到，嘉佑二年的时候，欧阳修知贡举，知贡举是什么意思？他来做这个科举的主考官，对吧？这一年是他来做这个主考官。当时面临着什么情况呢？进士，这个进士大家要特别注意，在中国这个宋代，我们看到宋代的材料里边说到进士，不一定是说你已经考上了进士，凡是通过了介试，介试我们说是那个州县那个州那一个级别的考试，对吧？凡是通过了介试，把你送到中央来参加中央一级考试的，都可以叫进士，都可以叫进士。而考中了的那些人叫进士及第，或者进士登科。所以呢，在说到进士的时候，大家要区别开，看这个进士呢是指的哪一类情形下的进士，那哪一类情况下的进士。如果说到某一个人他是进士出身，那么指的是他考中了进士。可是这里说这些进士都有什么习惯，其实是指那个地方上送来参加进士考试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都什么习惯呢？他们都互相争奇，就是彼此呢看谁写的这个文章啊能够勾章集句的，就是从这些很偏僻的这个文字里边呢来表述自己的意思吧。那么文风呢相对的来说就是显得不够醇厚啊，不够醇厚。欧阳修知贡举忧以为患，觉得这种作风呢不能提倡。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他们什么样的文章觉得写得好呢？是比较艰涩，比较显色的，你用的这个词非常的显，非常的奇，这样的文章是大家都佩服的。而你写得很醇厚，很朴实，这个没人看得上。那么这样的一种文风呢，首先是从太学里蔓延出来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曾经把这种文风叫做太学体，就是太学里的人他们都爱这样写文章。那这个地方上的考生呢也都跟着学吧。欧阳修呢就觉得这样不行，不行呢他就要痛裁议之，就要改变这种风气。那么这一年呢就考科举考试，考完了以后呢就发榜了。发榜的结果怎么样呢？榜出来了以后大家都去看，史所推喻，大家觉得写得好的，又艰涩又显奇的，这样的一些觉得好的皆不再选，都没有上榜，就是都没考中。那于是这些人呢就不干了，他们就不干了，于是闹出来一个不大不小的事端，交薄之事，就是这些还不好好的去反省自己呢，觉得还挺不错了，没有考上。他们等这个欧阳修去早朝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堵在他们家的门口，就大声的喧哗，大声的吵。那么周围来巡逻的这个当年来巡逻的这些人呢也没有办法制止。然后呢他们还，欧阳修明明是活着，他们写了他的祭文，就是说咒他死了，扔到他们家那个院子里边去。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造成了一个小小的波澜吧。当时呢这件事情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背后策动的，最后也没有查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欧阳修这个高考指挥棒还是有用，下一次呢大家就知道这个主考官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不喜欢是什么样。所以呢自是文体一稍变，慢慢的这个文体呢就变过来了。欧阳修呢在北宋的时候是被认为是文坛的宗主，被认为是文坛的宗主，所以呢他的这个影响，他的这个讲誉的人，那么他呢想要才艺的这个风气，其实呢在社会上都是有很明显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古文运动呢应该说到北宋中期
就基本上已经应该说是尘埃落定了吧。在那个时候呢，这一次文化运动基本上就达到了它的一个胜利的境地，那么也为中国文化呢开辟了一种新的历程。这个古文运动呢，其实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改革，它的目标是要文以明道，或者说文以载道，所以呢，它的这个文学改革是服从于道的目标，服从于新儒家的目标的，所以它和新儒家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那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呢，一直有所谓的唐宋八大家之说。这个唐宋八大家他们是以什么知名的呢？散文，是以散文知名的。这个八大家里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出于唐代的只有两位，另外的六位都是出在宋代的，他都是出在宋代的，而且都是北宋的人。这个唐宋八大家，他之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把这八个人凑在一起呢？其实是明代的人，他们做这个唐宋时期的作家的文选，摘编唐宋时期作家的文选，选中了这八个人。那么后来呢，这八个人就有了所谓的唐宋八大家之说。